美国西部内陆慈少团队呢是制作母亲节的卡片。而当家长们知道慈少活动经费要自给自足时，便提议举办了义卖，为慈少团队来捐募基金。相信慈济，相信爱，是美西内陆一群慈少家长的心声。他们主动提议举办爱心义卖，为慈少队筹募活动基金。而这群年轻孩子趁着母亲节即将到来，齐聚在另一个教室，准备着暖进心坎里的礼物。Mama, thank you for bringing me into this world and taking care of me for these past 16 years. I'm very grateful for your hard work and love. 我爱你。我一定会努力的用功，跟着你多加油。纸雕卡片动作显然要轻巧一点。好几个大男生收起平常酷模样，把亲爱妈妈的话写在卡片上。大方的人则面对镜头说出感谢：“妈妈辛苦你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”大爱新闻之声美智工美国报道。